这两天呢，小乔就要出院了。最近呢，我在医院和家里面两边跑，多亏我小妹和我一起把家里面啊里里外全部打扫了好几遍，也消毒。嗯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迎接嫂子。对，迎接我们家的大工程，我媳妇回家坐月子。小妹，我们把她家里哈里里外全部把它再收拾一遍哈。嗯，到时候你嫂子回家的话，心情也好。床上四件套，昨天我也把它全部洗了。我爸在院子里面到处收拾呢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卧室。到时候呢，小乔就在这个房间里坐月子。对面呢，就是月嫂住的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吧。这个呢，当时是我们的新娘房。嗯，现在正好腾出来给月嫂住。下午呢，我和我小妹再拿一个新的四件套铺在上面就好了。希望呢，月嫂阿姨能住得稍微舒服一点。我现在再来把我们家女儿的小床给装一下。这个小床呢，已经买了好多天了，一直放在阳台上通风的。那小妹啊，嗯，来帮哥把这个床垫给抬到这上面。啊，你回转啊？这个啊。这个不就简单吗？你不知道李哥是广告安装工出身啊？我看了这么多零件，怪复杂的，装起来就不复杂了。来，我们这样哈，先一块一块的，先把床头装好。这是床头。嗯，对。嗯，你看着李哥是怎么装的？这是丝。那这个是不是塞到这里面呢？这个，啊，这几根是？两个洞，三个洞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对上了，都对上了，来，走上去就很好了。你侄女这个小床好看吗？好看。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是住的是什么床啊？硬板床。几块破板搭起来的床，睡了好多年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才换稍微好一点的床。是的。好，床都好了。好，这样形状大概出来了吧？来，嗯，自从我们家女儿出生以后，想了很多以前都曾经没想过的事情。嗯，我也是第一次做爸爸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。我希望我能做一个合格的爸爸。以前呢，我和小乔去外地提个包说走就走，但是现在呢，家里就有了一份牵挂。现在想想呢，这种牵挂也是一种幸福。先把这个床的模型给它弄出来，弄出来就好弄了。好，来，一面折一根丝。哥，我这个滑对不进去。这个。对了，你看一下，来看一下站对哪里。那，好，进去了。还是你专业的。嗯，再往里面走。我们现在再来装个车垫，我给你扶一下。很烦恼啊。对，好多都是孤男人，一定要让嫂子心情好点。OK， 好，我就想办法怎么让你嫂子开心就行。对，开心最重要。嫂子有什么事情哦，就直接打电话给我，随叫随到。行啊，但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。哎，你婆婆现在还在上海打工啊？对对对。几年没回来了吧？有两年了。两年了。对。我小妹呢，从小到大就很懂事。我小妹，你是十几岁出去上班的？十八岁吧，十八岁就到超市里面跟人家摆货啊什么的，然后没让家里太操心。好，现在抽屉好了，拉手也拉好了。这个抬一下。来，三，慢点哈。
俺妹啊，你慢一点啊。这也不重。现在开始上床板。整体都要移哦，对啊，因为抱小孩子这样子不方便啊。抱不抱？对吧？大人也进不去，稍微往左边移一点。别扇，别扇，别扇。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嗯，这样差不多。吧抱小孩也方便。嗯，这样好。咱们还是得考虑周全。我们看也方便。对。床已经装好了，现在再把我们家里面的柜子给装一下。放这。买一个宝宝的储物柜，到时候换个奶瓶啊、奶粉啥的。家方便多了。嗯，对。是不是那种双开门的？这样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的，对对。这样的尺寸对不对？我说这个灯是干嘛用的？好了吧？好了，我就对准了。好，来，小妹，我们现在先抬到拐角吧，这个。来。靠边。我女儿的柜子也装好了，还有她的小床也装好了，看是不是很温馨啊？作为一名丈夫，一名父亲，我非常有信心能把我们一个小家庭经营得很好很好。现在呢，就等着我老婆和我女儿回家了，从此以后过上我们幸福的一家三口。冲！